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好笑。这里一点都没变，倒是你们，三年没见了，已经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了。还好，你们感觉都和以前一样，真好。喂，我们五个这样一起长大的，应该叫青梅竹笋了吧？阿斯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爱乱开玩笑。哪有，我现在可厉害了啊！我现在在自己做金融投资，自己赚学费了。还真挺厉害的。嗯，你姐姐应该挺开心的。好久没见她了，她还好吗？去年出嫁了，跟先生去英国定居了。我记得你以前和姐姐关系很好，她不在家，你应该感觉很寂寞吧？哎，静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现在已经有个女孩代替她姐姐出现了，她的名字叫……懂什么来着？懂什么来着？你们两个，她怎么配跟我姐姐比啊？这也差太多了吧？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对啊，怎么静回来了，你反而变得更闷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她从小就这样子，特别开心的时候，心情反而会变得更差。一个人静静待着不说话，其实心里面可爽了。累啊，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静，我们长大了，阿斯也长大喽。对啊，哪像累这个人，心智还没有发育完全。你看他，是不是和以前的花子累一样？还是这么有趣。来，为从来都没有变过的累干杯！干杯！我才没有。累，你怎么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拍那些庸俗的照片？一点都不像你。我们累，这是吃醋了。我觉得那些照片拍得还不错啊，累，你不喜欢吗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跟那些庸俗的女人不一样。我就知道累你最关心我了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哇、哦！哎，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我们也要。